买沐浴露、护肤品等等都要睇成分。楼价指数咁大件事，当然都要睇睇成分啦。唔系点知个指数有冇代表性呢？中原城市领先指数都有成分？系啊，有成分屋苑。目前共有138个成分屋苑，当中港岛有39个，九龙有38个，新界东有28个，同埋新界西有33个。唔系乱拣噶，中原城市领先指数成分屋苑嘅选取准则：第一，有较高嘅成交总值；第二，有较多嘅成交宗数；第三，至少已经在12个月之前入伙。最重要当然是它所属地区具有代表性。港岛区的太古城、贝沙湾都是很好的例子。还有什么成分屋苑呢？上这个网看看吧。